天，是啦，不对，第五天都还有立马，第六个，知道吧？立马五天，还有立马，对啊，第五天还有立马，第五天早上，早上是什么？八点。八点还有的，八点还有的还有立马，是那个的呀、啊。丈量，我刚才那些叫丈量，准时，准时是什么意思？把它堵啊，准时，来，打灯，到哪里？到一个啊，你看，个，到哪里？桥上，桥上，啊，到一个个。个怎么办？嘎嘎什么蛋？桥不就怎么蛋上嘎斯？嘎嘎什么蛋呀？三个而已。三个阿嘎斯，我在哪里？早上都八点呀、啊，早上都八点。第五天早上，那现在吧。啊，第八点还。我觉得这个早上没有八点，你没得干，没得那个，为啥？哦呀，可能早上你是不管他要桥上，要到上路阿达斯，要到早上来的阿达斯上面，懂了吗？嗯，可打比老人已经到了，是不是？先在那边绕路到哪里？桥头到了，第五天啊？我没去过。啊？我没见面。桥。到没到？啊？到。到上辈。往上面去啊！上面，再过五天后见面，好不好？是啊。那是啦，冒险一下呀。桥头怎么办？桥头的不比木杆要怎么办呢？桥头，第二个先怎么办？说的，到了桥头，第二个先怎么办？好了，到已经先到。已经是什么？先到那个路。到三百。已经的是的。呀，已经是的，先是的。已经那个。是的。数着老人，先到桥。桥头来不及来念呢，是的。先到先的那个角路，到三百。好了，一起来念啊、哦。我们上面见面。好，我们上面见面的。老人大怒，大怒就马拉不萨。指责我马拉伊。指责我马拉伊。指责，对，指责。张良，不是，我准备到到外面，然后就忘了。哎呀，老爸爸，你是不能，老爸爸，你怎么在那里溜溜呀 ？OK。OK， 你是不能老爸，还是你是不能老爸？你是不能老爸。还是更早发现差不多的。嗯，你是还是不能老爸？baby 上面一百。啊 ，baby 上面一百。你都不见那些的、啊？怎么？还有什么事？还有什么事的呀？那是你不？啊。嗯。你不念了吗？再见。还不是你。还不是你。还是我吗？还是啊。不安。不，滴答。安，文努鲁。
sewaktu. Maksudnya tidak menurut waktu, tidak tepat waktu. Ini sendiri. Bukan se itu tidak tepat waktu. Semua. Ya, manusia. Tidaknya dikunya, ya. Bukan se. Tepat waktu. Tidak sesuai waktunya. Fu ye pergi ke tempat janjinya. Fu pergi ke tempat janjinya. Ye. Bukan se fu ye. Jadi waktu lawannya zhizhe zhang liang bu an shi fu ye ji chu mong shu kan ji chu ya apa ba bu shu kan mong shu kan zai du la ji ya 再过五天 5天 lima hari lagi saya itu sendiri saya lagi saya itu sendiri ya gua itu hari setelah 5 hari gua sendiri. Sendiri ya setelah 5 hari setelah 5 hari lagi maksudnya gitu setelah gua 5天后 后nya itu setelah juga gua 5天后 见面是什么？ 等我呀， 再过五天后见面。 一起来念啊， 好不好？ 这两天嘛， 不是不是。 OK， 一起来念， 好不好？ 准备好了？ 这两天好了吗？ OK， 一起来念啊。 第五天早上， 第五天， 再来一遍， 一， 第五天早上，张良准时来到小巷，和老人已经先到桥头，老人大怒。 指责张良不按时赴约提出再过五天后见面哎呀他先给大家写一下第五天早上第五天早上一 二三第五天早上，张良准时来到桥上，和老人已经先到桥头，老人大怒指责张良不按时赴约提出。 再过五天后见面，第五天早上，张良准时来到小巷，和老人已经先到桥头，老人大怒指责张良不按时。 赴约提出，再过五天后见面，好吧，就这样好了，背到那边啊，你看，先上厕所。